化下，见到四足嘅山顶豪宅。今日同个客人继续睇楼，就去到中半山嘅探望居二，位于中半山地利根德里10A号1999年入伙，提供98个大单位，实用面积介乎1221尺去到3190尺。今日睇呢间就1520尺，三房一套，连工一套。我哋睇一睇，哇，好型啊！入嚟就见到一个好宽阔嘅大厅。呢边就是玄关位，新子木设计，转入去就是一个厨房，厨房就分两边工作台面，都挺新正的。一边就负责洗切，一边负责煮。另外呢边就是一个工人套房，由厨房转出来就有一个 L 型的厅，它有两扇大窗，一扇就望翻太平山山景，一扇就是隔窗望出去就维港海景，望到烟花的。在这里看着个烟花爆上来都好鬼正，整个厅就很宽阔，基本上摆位就很松动，景观就相当好。但个厅就真是煞星，顺着走廊行就是睡房区。第一间睡房很方正，睡房比现时的新款的睡房真的大很多，有个大窗台望出去景观就跟个厅差不多。客厅就有窗的，都是原装的装修。第二间睡房大同小异啦，不过景观就比隔篱嗰座大厦窄咗少少。呢边就主人房，入到嚟见到有两扇窗，唯一缺点就前面嗰栋楼，主人房呢嚿嘢争少少。空间就相当方正，摆位就好方便。呢度就衣帽间，然后呢度仲有一个几深嘅柜。呢边就主人浴室，有齐淋浴同埋浸浴，最重要有窗嘅。成间屋睇完，似呢间业主就放卖嘅，价钱就挂紧6500万，你哋觉得值唔值？今日节目就系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